since I've been driving this train. Years in this lane, there's no stopping this flame. Cause I came to the game and I changed it to play how I like, rearranged it to my own domain. Yeah, I got what it takes, made lots of mistakes, taking shots, skipping breaks, feeling lost, feeling great, popping off, seeing straight, never stopped, never changed. All the squad here to play. 正点呢？来试试看呢？我的是。来，我们就是圆勾嘛，尾图标，然后前面这几颗痘痘。发泡太空洞，然后跟我们的胡须虾来给各位看一下胡须虾，胡须虾，胡须虾，对啊，就是我们没有带到虎耳桶啊，所以就是用简单的木屑这样把尾一样把尾巴咬掉，尾巴咬掉，然后穿过来，勾出来这样。等一下，假如太大只的话，太大只不吃的话，等一下可能就是。我们就剥胡须虾肉下去钓，都试试看啦、啊、因为不知道今天鱼要吃什么，鱼要怎么吃。刚刚有给各位看啦、啊、鱼还蛮多的，鱼蛮多的啦、啊。以前这里鱼很多啊，现在只要政府没有在稽查这个河川的工业排放污染，就大家都一样欧北来，所以鱼变少了，死光了。不知道今天鱼会不会吃啊，难讲，很难讲今天鱼会不会吃啊。好，上吧，我都是虾大军整排的。有的啦，有的啦，有。吉利这次好漂亮啊、哦！又在鱼了，在鱼了，又在鱼了。那花琴是不是？怎么这么红？这么红，这么黑？嗯，你看这吉利超漂亮的，吉利。来、啊，我们把它养起来。养在了。看我女儿超超爽的。爸爸钓到鱼，对不对？钓到鱼了。啊，不要太近，它会喷到你啊。跳跳跳，拉走，没录到。中了一只午餐鱼啊、哦！好大只哦！这午餐鱼蛮大只的，真的好大只哦！这个漂亮，这个应该有六七两有的哦。嗯，正点啊！这是有卵，它的没有没有午餐啊，那比爸养还大只。哦，拉走！跳跳跳！爸爸用。啊！给各位看一下午餐鱼，它这里有倒刺，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刺？你看它这里有这倒刺。有没有，这就是它的防御机制啊！养起来，养起来了。哇，宝宝很开心。嗯、你的武昌很大只。我们才钓没多久，就两只了，两只了。嗯哼。我现在改钓组，天际沉底，然后七星标这样，就是冲标啊，冲标。好，那我们继续啦。很方便。这旁边有一棵大树，小朋友可以在这里玩，但是就是还是要注意，因为这里就是车水马龙。没有，我们就用这个 F 夹夹着，用一个丝手绳，不然会被鱼拖走。就放着，鱼来咬它就会拉下去了。这里的鱼种还蛮丰富的啦。它这里有奇力鱼嘛，
这只是口臭啊，好大只的口臭啊，哇，好肥呀、啊！然后总统鱼，马鱼，总统鱼，不是午餐啊？不是，那你要给狗狗吃吗？狗狗不会吃。午餐无锅鱼，吉利无锅鱼啊，还有一些什么团扇啦、啊、鳖啦、牛蛙啦，之前还看过什么？对了，还蛮多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对吧、啊？头沙啦、鲶鱼这些啊，我们就这样丢着，这样丢着。我是丢鲈须虾啦，因为如果用粉饵，都是什么无骨鱼来吃。之前有钓客问这个 F 夹哪里买的，我是网络上买的啦，一只差不多250吧，一只250就收吧。啊，就是只有 F 夹啊，这个头是自己另外买的，这个头也几百块，忘记了啊，这就是受伤染的头。好，那我们继续努力看可以钓到什么啦。哥哥，嘿，这是什么果子？这是果子。哎，什么果子？小你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啊？哦哟，这里的水很浅，我记得可能只有50-60公分而已吧。而、啊、我们连钩那么长，所以才会在前面钻那个发泡太空豆，让它钓足打斜，这样就是一整斜的，让这个水道都是我们的钩子，这样鱼来就有机会吃到它了。好啊，今天感觉啦，这个水有点脏，就像我刚刚所说，假如环保人员没有在稽查，他就都开始有北部，感觉这个鱼有些都浮起来，应该是有多少有受到影响，所以才不开口。那我们等一下就试试看呢。像你看我们刚钓起来那个午餐，它身上都有山，有没有？其实鱼身上有山就代表水质不干净。嗯，环保人员加油啊，该做事了。是浮在水面那一只吗？猪石斑。猪排了，猪排了，猪排，你看连猪排都有，这个真的是我没想到的，真的是我没想到的。赶快拉上来。这个真的是我没想到的，这里竟然有这个，这就是珍珠石斑了、啊。这个通常在南部才有，我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在中部钓到这个珠海，珍珠石斑，注意哦。要不要给好朋友？没，等钓完之后再给他。那、no. 我们鱼种丰富哎，你看有这个。午餐有猪排，还有吉利，很巧哎呀，好奇怪，好奇怪。我刚那一只是胡须虾剥虾仁种的，等一下我们都剥虾仁下去钓。你看是虾仁，这样怎么样？是虾仁种的啊。拿走啊！快点被拿走，快点被拿走哎！加油，加油！这个又吃了一口，你看，有没有看到？吃下去，拉着今天不会都是猪排来吃吧？都是猪排来吃代表什么？这个水真的很糟糕啊！真的、啊？对啊，水真的很糟糕，因为猪排很软绵，比无骨鱼还软绵。你看无骨鱼都不吃，无骨鱼那么多的东西都不吃了，对不对？看就知道那个工厂啊，小心了。嘿嘿，我还以为是我们的猪排跑出去了。不是，不可能是我们的猪排跑出去了。嘿嘿，我们猪排一大一小的、啊，一家亲。换个钓组试试看，用散尾单钩，给虾子下去跑，直线越长，变数就更大。就会可能会中大毒的。
它这里的奇力好奇怪，我刚刚也有走耳会来追，也会来啄，但是它吃不到那个钩子。拉走！乌龟鱼啦，乌龟鱼，很大尾啊！乌龟鱼，这只可能观察很久了。这只看很久了，看很久了。你看这乌龟很肥嘞。嗯，很厚。来了，我们钓到了第一只这里的乌龟鱼，肥肥的乌龟鱼。哦，蓝尾的呢？这个蓝尾是怎么样？这就正统的蓝牛啊，正统蓝牛啊。正统蓝牛啊。嗯，正统。晚子又有好兄弟加入了，又有我们好朋友加入了。哎，我们吉利乌龟也有了，正统乌龟也有了，一家亲。这个什么都有啊！哎，吃，这吃的感觉啊！你看雷鱼跑出来了，有在吃，哇，这不吃。小朋友也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我们要收了。真的，我们早上太阳出来就收吧。会不会等一下撞一下雷鱼？应该是不可能啊，我们的胡须虾它不爱吃。如果是什么泥鳅的话，就有机会。我会有机会啊，但是机会不大，毕竟这个虾肉太小了。雷鱼它喜欢吃大的，我已经看它浮起来两三次了。在这边钓雷鱼要勾一只青蛙，真的？可以。这么恐怖？嗯，可以。又是猪排呀、啊！我看没有路吗？大中小呢？大中小，嗯，都有了，都齐了、啊。卖场在卖的呀。我们自己卖的啊。就出来了，这个是，其实这个没有赚钱啊，这个没赚钱，只是单纯为了客人需要，所以我们就来卖这只，不用介绍了，有需要自己再来买，没需要就没关系，不强求，不强求。这边在冒泡泡啊！哪里？那里啊，你那个浮标那里啊。代表鱼在那还是怎么样？哎，有刺，吞下去一个，拖一下，你看一下浮标，吞下去，有没有撸到浮标？好大，住满，好大。乌龟鱼好大的乌龟鱼啊！话说这只乌龟鱼可能也观察很久。你看这个乌龟鱼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撸到它了？有啊。我在想要怎么拉起来。有点大只。掉了，拉不起来。超大只哎、欸！拉不起来了。我们钩子这么小，我们钩子是为了奇力鱼准备这个那么小一钩。母线上用一个 NG， 然后浮标在最后面，逗二尾，倒折的啊。好热哈，再钓一下就走。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你在移动的、啊。真的，爸爸会很喜欢哦。但请问，有了上一次吴国宇的前车之鉴，我决定遛他，等他遛到累的时候再把他。大只呢，跟我锅鱼一样大只。我们的大午餐起来了，哇，这个很肥呢。哇，爸爸会很开心。爸爸喜欢养这个。四指半，午餐起义啊！刚刚来小的，这次来大的、啊。这次男人的嘴没有骗人。男人的嘴不骗人哦。我们今天已经钓很多了呢，这是有留下来的。自己转了多圈呢、欸啊啊，他刚刚自己转了多圈，而且他是红色尾巴的耶。可是他还是，他不是红的。没有挂耳，他就直的。对啊，那算了，不要挂耳，是不是？试试看，试试。我们要来收了，他气的鱼吃不下去了，他一直来吃，一直来吃，一直来吃，奇力鱼一直来吃，但是就是吃不下去。还好今天有钓到其他鱼，不然就呛鬼。对，就今天都不是目标鱼了，而且还不过还挺有趣的，有珍珠石斑啦、啊，然后奇力吴郭鱼啊，还有午餐起义，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吃了，下回再来挑战。啊，鱼种很多啦，是难易度不高啊，因为毕竟至少还有吴郭鱼，你带粉饵来钓，至少有。对，然后你要其他鱼种，就是可以改个钓组，试试像我今天的方法，这样下去就可以钓到一些那个午餐鱼啦。午餐鱼粉饵也会吃，也很强。对，就大小只了。粉饵的缺点就是大小只。啊，猪排就是可以用我今天的方式下去试试看，它就会来吃的。我们要回去的啊，吃的。我们都想要养的就好。稍微加点。这个是点。其他的不就放回去了。猪排跟牛肉也。See you next time.